我们就正式开始 CP 重组，可不可以？行吧，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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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青青是我这20年里见过最漂亮的女生，看了她半张脸，就感觉特别好看。其实这么多男生中间，我挺喜欢她的名字的，感觉像吹着个笛子很厉害的一个男生。上一局没有带那个萱萱吃到，所以我得这次带一次她。嗯，哦哦，你意思来调戏我，你要走了吗？不，我来感谢你的。就是怎么样，这个白眼要翻到后脑勺了，美瞳都差点翻到我的那个颈椎那里去，你知道吗？你可以带我赢一次吗？他们两个男的都好像把我当工具人，他们现在都是特别甜甜的恋爱，我现在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打手。炮击，请出发。敢跟我来，该走了。哎，完了，不要了。对，生气了哄不好。这小女生耍性子就是一种傲娇的表现，说明她在意你，对吧？好，恭喜大家 CP 重组成功。打开腾讯视频，搜索爱玩游戏，领礼包，下游戏，看直播，你想要的都在这里。感谢本节目行业合作伙伴哈喽语音的大力支持，开黑连麦交友就来哈喽语音。感谢官方直播合作平台哈喽语音、哔哩哔哩、虎牙直播、快手直播、企鹅电竞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上微博带落地成双话题词发博，边看边聊。总兵小哥哥小姐姐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和平精英 TGA 腾讯电竞运动会、网易文化 New TV 以及腾讯视频联合出品的男女双排电竞真人秀落地成双第一季的节目现场。我是为了爱与和平什么物资都可以给队友的小游，我是为了爱与和平一定要把物资搜得满满的主持人郑琪。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经历了一个 CP 重组的大洗牌啊。哎，是在上一期 ，Jam 金跟浩迪，当时你们在桥上面啊，纠结了很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他在我面前转了一圈又走了呀，然后他又回来，我就说你选别人去吧，不要过来找我。该过来，该走了。啊？他没去 Jam 金呢？不要了。不想跟你一队了，你去选别人吧。哦，生气了。我只是在后面就稍微晃一下，其实我的目标一直都在你那儿。好酸呐、啊！你们在此等候，我去把民政局给你们搬来，好不好啊？当然了，像是呆萌这么强的一位钢枪猛女，结果在 CP 重组的时候呀、啊，几乎是末之辈才被人选走。我其实也很想被人保护的，但是赵东找我也是想让我当工具人。张痴痴选我的时候，上来一句话就是你能带我赢一把吗？那痴痴你是奔着游戏技术去的吗？因为我看了呆萌他前几把的表现，我觉得都打得非常好，然后下一轮赛制正好是女生需要比较强嘛，所以我就比较想选他。你这种回答呢，就是属于我给你机会给自己争取一下，你也放弃了啊。那上一期呢，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这一次游戏的规则啊。极限女攻男防赛，本轮比赛仅有一场，16对搭档双排进入海岛地图，极限分工，女玩家成为唯一持枪火力输出，男玩家则成为其后盾，男玩家全程不能捡枪械，其他物资和装备不做限制。每对搭档的比赛排名将决定下一轮搭档互选的先后顺序。本轮比赛只有一场，所以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一定要好好的抓住它。那么同时呢，在今天我们还是邀请到了两位特约嘉宾，如果说各位小伙伴你们的排名是在特约嘉宾的上面的话，就可以享受到我们最后一轮的福利环节。这也是在我们终决选之前的最后一次可以看见对方的部分了啊。哎，是这位男生非同凡响，被称为电竞教父。
那就知道了。同时还是我们和平精英官方特约的电竞教官。哇哦！在我们男生区这边的嘉宾呢是火爆2020的超人气女团硬糖少女303的成员，她一定要站得高高的。哦！赶紧请出我们本期的两位嘉宾 ，Sky 和陈卓璇。哇！欢迎盖哥。陈卓璇，欢迎盖哥。Hello， 现场的16位小仙女们，你们好。我是 Sky 李小凤。Hello， 大家好，我是硬糖少女303的陈卓璇。为了爱与和平，我来啦。那卓璇，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比赛规则，除了要拿到很好的名次之外，我们还要保护好盖哥，对不对？有没有信心？我有。会不会担心盖哥看到这么多漂亮的小姐姐之后就手下留情？我觉得不会的，他厉害就厉害在站在我身后，也可以把我保护得很好。已经开始发糖了。大家都知道卓璇小姐姐人美声甜，对不对？唱歌也非常的好听。那今天可不可以分享一点甜甜的歌？有一首歌叫《喜欢你》。哦。我喜欢这样看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清楚我每个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恋爱了，我真的唱得好好听。浩迪，我记得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也唱了《喜欢你》，对，来，请到我们的台前来。本来还想唱喜欢你的，但是听完卓璇小姐姐唱之后，那就换一个，唱一个陷阱吧。哦啊，给谁设下的陷阱呢？Jamie。谁唱？浩迪。谁啊？浩迪。谁？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Jamie 爱上了的陷阱。那如果 Jamie 静在我们这边看着浩迪的话，绝对会被打动啊，非常的深情。那我也唱一首吧，好吧。分手应该体谅，不要说抱歉。对啊。不好意思啊，我得缓一下情绪。我觉得小哥哥可能落地以后不是成双了，成盒了。怎么说呢？他们之间的小心思交给他们自己去猜啊。好，谢谢浩迪。那么现在呢，就请我们的所有玩家拿起手机进入游戏。Hello 云上有许多游戏大神，还都是漂亮的小姐姐，我的妹带躺赢梦终于可以实现了。耶，组队成功，让队友们看看什么叫高端操作。加油，特种兵！快乐下载 Hello 语音，超稳定的游戏开黑实时语音 APP， 开黑流畅不卡顿，一起来落地成双吧。立即下载 Hello 语音 APP， 即刻匹配游戏 CP， 参与社区动态话题，和平精英落地成双，就有机会赢取超多游戏福利和海量 Q 币礼包。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上微博搜索“落地成双”话题页，观看更多小视频。登录快手，参与“落地成双”和平穿搭大赏短视频征集活动，带话题“落地成双”赢大奖。跳伞落地要成双，下载威视学压枪，上陌陌认识新朋友，队友就在你身边。默喜默喜。今天怎么样？今天心情愉快吗？愉快。加，你干嘛？愉快。Hello， 强哥。喂，
我觉得这赛制就很简单了。行，你想怎么打？你想怎么打？自由发挥，你自由发挥。打运营吧。打运营就是狗。OK OK。狗的高端叫法。美娜。孩子，听得到吗？美娜。这。我听得到。我是坐在甜瓜旁边的14号张痴痴，我一会儿想选你，你会选我吗？啊，张痴痴吗？对，我一会儿选人，我想选你，你会选我吗？哎呦，我，祝你们俩幸福。我之前想过。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Oh my god, oh my god。 近战倒了我必杀。可你没枪啊。你不就是我的枪吗？今天好，你就是最有力最强大的武器呀、啊、笨蛋。你快说是谁教你说的这些话。去把地图关一圈吧，完事看一下还剩下多少人。好的哥，我听你的哥。我觉得人体诱饵，知道不？哎呀，你别死了，我心疼。哎呀妈呀，这死了就死了，我又没枪，死了你一个人，少了个累赘。不行，我听你的，我相信你。相信我？你这么容易相信别人，不好这样。哎，我跟你讲，他们今天几个女孩子在说，就比较厉害的，像甄妹镜、呆萌啊，他们几个人就说他们要整个航签头中尾，然后要分批清人。这么牛吗？这么我都惊了。大开杀戒，懂吗？你这把放开打。昨天说实话，没有，我们俩都没有打开。他们来这谈恋爱的，我来这打游戏的，我难受。你需要我做什么？你说就好了。我不知道我要你做什么，我要你做什么我还得教，我不知道咋教。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好。那你做主播你肯定得有才艺啊，你连唱歌都不会。谁说的？我只是不想，对，不想跟别人争。我可以在这唱给你听啊，你想听什么你说吧。你会唱什么？什么鬼？我刚刚说什么？对，信号有点不太好。你啥？你说你脑子不太好？啥？说啥？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这样跟着你。好，不行了不行了，别唱了，再唱我受不了了，唉，心都跳出来了。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的手。王教练，你有点港台腔。我有点港台腔。对。没有吧，我这是。好亲切的港台腔，我也是港台腔。南方腔。我有播音腔吗？你觉得应该还好吧？还好，没有很好。哦，那就对了，我就说我。有脚步。哦，真的假的？其他队往回走。如果有枪的话，告诉我，现在装备特别差，还不太好，我再想要不要再去搜一搜呀？不要紧的，这个枪不是重点，活的才是重点。你说的有道理。展示你的魅力，让我听一听。展示我的魅力，你要听什么？你这把保护好我，我唱给你听。如果一会儿来人了，你会怎么做？来，我听一下。一会儿来我就会跑啊。什么什么？这我就会跑啊。我听错了吧？你是我队友吗？你是对面派来的，对。我。你是猴子请来的逗逼吗？我带着你一块跑得了。对啊，你得带着我呀，我这么对吧？
去把车子开过来，我去防区。OK。你开蹦蹦干嘛呀？你去找辆好点的车不行吗？啊，一样的，一样的。直接往中心圈跑吧。就拿个最后一枚又会怎么样呢？最后一个选人，你选谁呢？我选谁也不选你，反正。真的假的？真的。GM 进对阵赵露二。有人，有人。走吗？还是谁开车？打打打！别走，别走。有人过来。少东那么强吗？对呀、啊哎。少东这么强吗？我觉得浩东没有枪已经杀了两个人了。杰米静是不是也没拿枪啊？因为他们要离婚了，所以婚前不想拥有共同财产。你是我的主心骨，就这样就可以，你指挥我来打。OK。所以你的手雷很 nice， 很棒，你的车开的也很好。还好还好，别夸了别夸了别夸。东哥强，东哥强，你就是一个 buff 加持，你知道吧？我喜欢你搂着我的腰的感觉，有你就够了了。所以你的手雷很 nice， 很棒，你的车开的也很好。还好还好，别夸了别夸了别夸。别夸了别夸。你跟玛雅之后是怎么打算走那种什么路线？我们打算走那种就是逆袭路线，打算刚开始大家都觉得我们打得很差，但后来养成系是吗？对对对，但是你们的实力允许你们养成吗？允许，我们都在隐藏实力。其实可以 nice， 我看出来了。有车？不会吧，我又忍不住要亏少东的屏。打，我觉得你能打过。我就是咱们的车，不会吧？我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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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快走快走！他肯定打不过，肯定打不过。漂亮，漂亮！加速加速加速，冲冲冲！哇哇哇哇哇！完了完了完了，我掉血了！完了完了完了，掉下去了！完了完了完了！不行不行，有可能死这么早！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怎么还在？他们到底在哪儿啊？他残血，就差一枪，差一枪。我靠！快开到门口。啊！哇，他下车。我们没有油了，我刚好开到他。子琪加油啊，子琪！你这个下车，我们没有油了。这下车是为什么？我是自己跳下去。你是自己跳下去的？因为我当时想，我说我下了车就可以躲进旁边的房子里，我没有想到他们是在吃很大的。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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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他还想找到我，真的还想跟我钢枪，他根本就找不到人，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子琪又没死，子琪还活着。强哥，他在说你。说我什么？他说就说你菜。你活不到最后。完了完了！哎，不慌不慌，他们现在已经少了强哥，虽然少了强哥，跟少了一个急救包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你刚刚听昂哥说吗？他说少了你，我跟我少了个急救包没有什么区别。昂哥挺会总结的呀，昂哥。邵东平赤手空拳淘汰了三个人。这边有人追过来了，邵东赶紧往里面跑。你记得听雷声，好，我都封烟了，准备上，跟我。有雷，有人雷了，有人跳下来。我们开车走，上车上车直接走，上车吧。走走走。准备右边打，打打打，把药打了，漂亮。能打是吧？能打能打了。亚东，这个是谁呀、啊？我烧他，漂亮！啊，你烧到我了，斯文鱼。赵露，你好厉害！我不厉害，我很弱的，我队友强。
他指挥我的，所以打得比较好。就这种打法我真的超喜欢。少东跟赵露已经五杀了，这一组也太猛了吧。少东和赵露太可怕了。妈呀，我从第一天到现在都没有有过这样的游戏体验，冲动三秒钟，观战半小时。你跟谁在一起打？张痴痴。在哪？少东在哪？我说我在那个阿城拿车，我说走走走，然后他，他在阿城是吧？对，阿城。张痴痴跟呆萌，呆萌入场了啊。我为什么找不到人啊？我们到处找都找不到。房子多，应该很多人会在房子里蹲着。下面有人，下面有人。我车的位置我停错了，对不起。不过没关系，看到没？再干拉，打不打？打冲冲冲冲冲冲！哇！哇！冲冲冲！打打他没枪，另外一个在里面，打打打打！啊啊！不是吧？乐乐是乐乐。那接下来乐乐跟青蛙之间互炸是很难分出一个胜负的，其实。互相扔雷大赛。没了，被炸死了。我靠！有我在，好吧，慢慢慢慢打就好了。嗯，我真是个废物。你怎么这样说自己啊，傻瓜？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哎，我快跑快跑快跑！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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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你了，别让他把你打爆就行。嗯，完了，无了。子琪，别放弃，别放弃，差一点的，别放弃，放我们一马吧，求了。完了。啊，少东他们真是穷。哎，不是少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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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你先出来一下，你先出来，我们先在这里庆祝一下，我们已经不是第十六名了，快快快快！好，我们不是第十六了，我们快庆祝，快庆祝，来来来，庆祝！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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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啊，不好意思啊，有点，等等，我应该放 DJ，我应该放 DJ， 哎，对，啊，不是第十六了，庆祝，普天同庆，普天同庆，是的，这不一号是什么情况？走位。嗯，你有平底锅吗？拿平底锅牌。蹲蹲。这两个在拿平底锅跳舞吗？北哥和小鹿。小鹿和北哥玩的真开心啊！好，上山的人变多了。哪里？在哪里？呆萌，呆萌，求求你，呆萌，求求你，念及一下姐妹情深，我给你买吃的，我请你吃火锅，呆萌。哎呀，哎呀妈呀，死路一条了。呆萌，打死他！我前面有人。别过来，别开过来，呆萌太坏了，呆萌。
他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他没事。你死得太憋屈了。我们就遇到呆萌了。对啊，你们真是够倒霉的，没事。你猜你会不会有人？我猜圈里有人。你看，你不就是个人吗？带防区会容易被炸的，我们慢慢贴着圈进就好了。哦，对，思维好棒，思维能力好强。哎呀，我今天我要在采访的时候拼命的夸你了，我给你加加戏。但你不要选我，好不好？啊？你想选谁？你想被谁选？我想被谁选？我。所以他们人在哪？没懂。前面有车，前面有车，前面有车！我靠，两辆车！你拉开，你去那棵树那里蹲着，我跟我走一起。好，我去。右边院，脸上！前面！哦，山底前面有人，看到了吗？能打他吗？没看到。在哪？我扔个雷，在20方向，2020。对。哇！你不要来救我了。走，往左边跑，往左边跑，左边。好。哪里有人啊？在哪里打的我呀？不行，我要打死他。快走，卓璇，要不我们死了。你搁哪儿呢？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啊，他在那儿。我屏幕都黑了，为什么？我没死，你来救我，我没死，快来。来不及了，好哥哥。观战没关系，快趴下，趴下，趴下，你就趴在。不能再趴了，这儿已经来了，这儿已经来了。好，我来指挥。我。第十名，你觉得你满意吗？我很满意啊。那太优秀了。打一个，上啊，冲啊！走！他有另外一个队是吗？走吧。呆萌轻松解决 Chris 跟泡芙，冲过去吧，走吧，走来了。你别怕挡，你跟他对，我相信你打得过呆萌。哇，他被我雷到了，很惨的。他一个蹲位，我没有打掉他。有人打死了 Chris。他还在那个坑的石头趴着呢。前方有。直接进烟里打他。速度。石头那里，石头那趴着呢。前方有危险。服了。玉，不行，我得。好啊，你小心，你保护好自己，帮我试。我来我这儿，在我脚下。
他在丢火，他被我烧到了，直接跟我压他。是吧？是没事没事没事。来，嗯，看到了。来车了，他们两辆车在打。他不敢过来。来将可留性命。车站做什么？啊，这人是。不行，这个车太暴露了。哎，打他打他！哎，后面后面后面！你发生啥了？这是？我扔雷了，我扔雷了！你扔雷炸我呀，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扔雷，我扔的是烟，他们扔的雷。漂亮！我就不用雷了。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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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厉害，是谁炸了他？谁补了昂哥？我打倒的，谁补的昂哥？主要是我们是低点，你知道吗？但是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前面为什么又变出一辆86来？我他那个烟没有车，因为左边是石头，我想可能有人在那个石头旁边打药，我就直接怼那个人，结果发现那个石头，他正好在烟那里有一辆车，我没有看到那辆车。当个掩体，别搭这。OK， 下车，趴车，趴着，趴着。啊！有人打我妈妈！趴着，趴着，没事，没事，没事，不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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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的，没事的，就趴着就好了，趴着就好了，我已经封烟了。这下面是圈，这是前面应该有人。来车了，来车了。再打一个！来了，他没钱了，来了，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平进来了。Nice！ 漂亮！别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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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慌！你爬到这个烟里面来，爬到这个烟里面来。那平底锅牌子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位置趴的就趴呆萌啊！呆萌也放倒了书生。这对于邵东而言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了，邵东很有可能会解决掉这边的手雷过去。哇，太棒了，我的天，这个手雷大师。咱们可能感觉位置不太好，然后换了一个位置，戴蒙跟赵露对枪，你帮我把这个黄色，把这个后面有雷有雷有雷，没办法。哇，乐乐，好可怕呀！所以今天的蛋糕可能会出现在乐乐瑞家，或者是张芝芝、呆萌以及 Sky 和卓璇当中了。加油加油，就剩两组了。他们会不会过来啊？不会，你在烟里面他们看不到你。真的呀？对，你在烟里面打他们。但是我也看不到他们呀。没事，你就凭感觉打。谁在打我？有人打我。不许打我们！我提前车速，你打人，你在车上打。哇，乐乐，赶紧过来填手雷！这太突然了，搁哪儿呢？看到了吗？黄衣服。哦。啊！啊！把车打炸了。哇，呆萌帅是气气，发生了啥？
就是他们把我们车打爆了。啊，呆萌太强了。往那棵树后丢雷。哇，这乐乐简直就是瓮中之鳖。但是乐乐只剩最后一颗手雷了，就看最后一颗手雷能不能放倒呆萌啊。放倒呆萌以后就可以跟张芝拼锅。乐乐一直在找机会丢呆萌。哎呦，判断不对啊，他为什么先丢张芝芝呢？太强了！哇，乐乐太强了，太厉害了吧！就是我不用枪，我都可以给你100%的安全感。像呆萌他们的枪法，我们在车上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钢枪女战神。所以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技不技术不重要，但是战术是第一重要的。呆萌感觉在这一局的整个配合上面怎么样？就没什么配合。他把我当工具人，我也把他当工具人。社会我萌姐人狠话不多，他希望队友是一个非常强的人，他也不想去培养一个萌新，可以感觉出来。他拿我当工具人，他也得付出点什么，不能什么都不干就白白吃个蛋糕，对不对？他自己也知道，所以他也特别愿意配合我。赵露其实在刚才的发挥也是非常的不错，如何评价一下这一局的游戏感受呢？少东他的思维很敏锐，我们俩配合得非常好，超级好。但是少东心有所属。心有所属，可是他刚刚才跟你结成了 CP。 我们就凑合打了一局，但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队友，也是一次性 CP。 还有一支队伍其实也是比较可惜啊，就是 Jam 进跟浩迪，他们一上来了以后马上就被给淘汰了。所以说 Jam 进，你觉得你们刚才问题出现在了哪里？就是我们俩是先去的防空洞，然后我说你去把车开过来，我是让他把之前那辆吉普车开过来，然后他就开了辆蹦蹦过来，我们就找那个车库开始换车，然后有人他跟我说是呆萌，是呆萌，别打了，我们走吧。又路过阿成的车库，他就说别打了，开车走。就是在我们犹豫的时候，一颗雷直接给我们俩全扎死了。Jam 进，你的热情呢？啊，你对浩迪的热情没有了，已经没有了，我现在心拔凉拔凉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选了同一件物资，就觉得很合拍，结果到了第二场第三场的时候他就不听我的，就特别生气。就我可以接受你菜，但是我不能接受你就是见人就要跑。因为从一开始他对我的态度就表现得很鲜明，中间出现一些比如说我一些小小失误，我觉得这些在我们俩的关系之间不足以构成任何的威胁，所以之前就没有太在意。但是就没想到会这样吗？在刚才排名第二的蕊佳跟乐乐，乐乐在这一局呢，即使在自己只剩下一个人的情况下，他还是拿下了5个淘汰。那么乐乐这么强的一位职业选手，有很大的概率是会被别人给选走的。你当时就没有害怕吗？就算被别人选走了，我觉得以后还会有相处的时间的。乐乐就是这个专属 BGM， 你知道吗？好棒，官宣吧，官宣。接下来就又来到了我们发放福利的环节了。首先让我们有请在刚才获得了第一名的呆萌，有请张芝芝。那钢枪女战神，请问你想看你搭档的哪个部位？我想看看她的小肚子。小肚子，如果说她的小肚子是白白嫩嫩的那种的话，也觉得很可爱，不是冲着腹肌来的，那就是冲着羞辱来的。呆萌逮谁羞辱谁，双标女，那咱也看啊，那无所谓了。来，开始。吸不住了，别吸了。停啊！来，该我们这边了。那我也想看他的小肚子。哦，好贵啊！太棒了。开始。哇，很细，好不好？盯上了。我感觉她好像挺小只的，可能是萝莉型的女生吧，我感觉。那你喜欢吗？我不是特别喜欢。哎呀妈！爱公
好残忍啊！一次性 CP， 终究还是垮了啊、哦！对，终究还是错付了啊！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在刚才排名第二的瑞佳，有请乐乐。哇，他们又可以开一个部位了，这又得磕糖了呗。瑞佳，你想去看男生的什么部位呢？因为我已经看过乐乐的眼睛和下颚骨，今天我们就看看手吧。我想看看什么样的手指头能打出这样的操作。哦、你别这么说话，瑞佳，保持你的形象。我重新说，我想看看是什么样的手指头能打出这样的操作。准备好了啊？他在发抖哎。就是因为太紧张，所以越紧张就越手抖嘛，就比较好奇，就是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嘛。乐乐想看什么？我想看佳佳的背影吧。佳佳的背影，佳佳的背影，佳佳。哎呀，好羡慕他们这些粉红泡泡的环节，我就是柠檬精。老师，你要调角度。嗯。往后面一点，再放远一点，全身仰拍点，腿长一点。怎么样？这样的可以吗？哇，他笑了，不准笑！我们参加的不是一个节目，我觉得。我也想看。感觉佳佳好像也挺娇小的，就跟心里面想的好像差不多。我是特地听说这一期可能要见面，所以才穿的这么好看的。佳佳的确也很可爱，就像个乖宝宝一样，我跟他基本上是锁住了的。本轮的 CP 中选就意味着决定了他以后就再也不会更换，而他将会和你一起搭档参与后面三期积分赛，并且角逐出最终的荣誉。所以这一次选择需要双方同意。不过当然啊，排名靠前依然会在选择中拥有一定的优先权。我来跟大家公布一下我们非常重要的 CP 中决选的规则啊，女生们将会进入到这一港的集装箱区域，不同位置就位，排名越高呢，离我们的高价越近。而我们本轮的 CP 重组一共是17分钟，男生们将会从高价的顶端开始，按照排名从高到低，每隔1分钟有一个男生出发下到集装箱区域来进行选择搭档，下来的男生呢可以自由寻找女生来交流意向，如果双方达成一致的话，就互作比心的动作，则视为组队成功，请一起去到我们的三舱门口，我们的特约嘉宾将会在那里准备好迎接大家。当然如果在规定的时间里如果还有人未组队成功，那就视为组队失败，需要立即来到三舱处来接受我们的包办婚姻。接下来呢就会开始我们正式的 CP 终决选，来请大家拿起手机进入游戏。首先有请排名第一的张芝芝，请出发。噜啦噜啦嘞，噜啦噜啦嘞，噜啦噜啦嘞，噜啦噜啦嘞。Hello， 孙文宇，后面的比赛我想跟你配合一起打，可以吗？那我们直接走可以吗？好啊。好，有请我们排名第二的乐乐，请出发。乐乐应该毫无悬念。是他选我还是我选他，因为我已经确认过了，而且我也非常相信他，我也没有想过说乐乐会被别人选走。我不开眼，太就傻傻的，就憨憨的，就像一个乖宝宝一样。太甜了，抠死！我就觉得我好像上错节目了，我感觉我们跟他上的不是同一个节目。就我磕糖沉蹲沉蹲，但我有一种预感，他们现在聊得非常欢，非常甜蜜。恨不得原地结婚的情况下，见了面一定很害羞。你要选我吗？你多高多重啊？你干嘛？你是想相亲呀？这不就是个相亲节目吗？那行，那我去找一个别的。我要当个渣男，我都问一下。寒江孤影，江湖故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Hello， 你是谁？爱选不选，我走了。快点，三二一。你要选谁？你要选谁？快点啊，要被截胡了。你要选谁？不会吧？你为什么犹豫了？那都要做动作了，你竟然犹豫了？我怎么犹豫了？你也没做什么呀？我们那都快好了，然后旁边出现了一个人，你就犹豫了？没有，我就看看他是谁。好吧，信你了。关于电子竞技没有爱情，我觉得还是没有怎么改变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当做很好在游戏里面的聊天对象，然后打游戏的一个游戏好友之类的。少东，少东，来，你想怎么选呢？少东，我们问一下他吧，问一下吧。你想选谁？你想被谁选？我想被谁选？我要轩轩就好了。少东，然后芳华在那边，对。芳华在，啊！你们要干嘛？我觉得他们俩确实给我一种很不一样的两种感觉。你想怎么选呢？哎，其实我是挺想照顾萱萱的。房间里也想选萱萱。你要选的话，你看萱萱同不同意？我很奇怪，啊，少东，那为什么你刚才逛了一圈呢？你跟其他人都说了啥？我跟你讲，是这样的。之前我选女生是因为我想选那种打特别好的，后面还有选人的嘛，再选回来也一样的。那我因为我很不喜欢别人有 plan B， 那我是你的 plan B 吗？ plan B 是啥呀？啊，你居然没接住这个。我不希望是别人的第二选择，我希望被坚定的选择。少东他本来就比较活泼，然后呢年龄也比我小一点，然后呢他很健谈，很 happy， 很快乐的那种。我在等你们自己选择。王老师大哥，我，哎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对那种就是话不是很多，但是呢又感觉很有责任心、很真诚的那种男生，没什么抵抗力，没什么抵抗力。喜欢他的这种类型，所以那我需要。书生要选择呆萌啊。哦，Hello， 这可就真是钢枪组合了。哎，嗨，嗨，组队吗？我要选你，同意吗？我同意啊。怎么为什么这么随便就同意了呢？我觉得他的性格什么的跟我的当初个人介绍啊，挺符合的。完了，他的技术也算是女生那边最猛的。然后也是想，跟他。有一点接触，然后再去争一下的最后的冠军。我这么着急，差一点点。我来看一眼。锦鲤该不会也会找呆萌吧？锦鲤想抢人。你已经参不了了，兄弟。我来看一眼。哎，锦鲤也行啊，锦鲤也可以。啊？什么？那你别走了吧。我的经历，感觉书生是前面的，我还是觉得加油。我还是想强强联手，就是我们俩有搞头，来不来，搞不搞？打呀！反正大家都把我拿我当工具人，我不如找一个厉害的，我们强强联手，互相当工具人。就算没有爱情的糖，那咱们也得吃点蛋糕的甜。你有先选的人了吗？我想选你啊。那这样的话，那我先去溜一圈好不好？我最终还是来你这可以吗？不行，你不能去溜一圈。好，那就在这。Hello。我就直接选你吧。接下来有请排名第十一的秦升，请出发。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走来了。我就直奔星星过去的，我就说非星星不选。说话，能听到我说话吗？星星，
走向我那一刻的时候，我心里就很复杂很复杂的情绪。我首先我是觉得你打得真的很好，你其实你在我心中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嗯，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我们是始于缘分，但是也终于天命。因为我觉得天命圈就是天命，就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和你，你对我的好会让我猝不及防，就是。还小着呢，哎呦我的妈，我觉得我还小，为什么每一次你和我在一起的名次都这么的不好，我都看淡一切的，没事，我不希望你们这样。欣欣就是一肚子的大道理，然后就会特别容易把我给洗脑，我就特别容易相信他。找不到找不到强哥，你跟强哥要一组的是吗？我是觉得就是你跟我一起又没有什么游戏体验感，我觉得你要跟你找一个势均力敌的人比较好。我觉得你可以找子琪，他打得挺好的。强哥怎么还不过来啊？有点迷路了。村墙那一片完全没有人，但是他在那里已经晃悠了两三圈了。妈呀，怎么跳上去啊？强强来了，我天哪，强强怎么来了？强强别过来，强强别过来，强强来了，强哥别过来。你在哪里啊？我都看不到你。这里。你看他连我都找不到。你别过来。啊，别过来。你要干嘛？你怎么还拿枪放着？我就吞枪自尽。啊，你过来我就吞枪自尽。啊，当时我就想，与其你自尽不如我来干掉你。我去子琪那里了。所以你选我会很勉强吗？因为我不勉强，我一点都不勉强。真的吗？一点都不勉强。有更厉害的，你知道吗？现在在场上，我觉得玉玉她职业选手，她很厉害。然后，对，玉玉在浩迪那儿，她很厉害。她对我太好了，所以我怕她在我这里和我组队是，就真的是耽误了她。我觉得有那种更强的人，他们可以一起变得更强。我觉得你俩可以配合打出不一样的火花。然后玛雅也挺猛的。然后那个，玛雅，我去看一眼玛雅。Hello，Hello，Hello， 你是谁啊？我是秦生。秦生要跟我，秦生居然有厉害的，秦生是不是很强啊？啊，你不会吧？秦生来了你就忘恩负义，我天！秦生，啊、你要跟谁走？你要跟谁走？秦生是这样的，秦生是这样的，我太差了，所以就是我也不想连累你。为什么每一次你和我在一起的名次都这么的不好？我不希望你们这样。星星的借口和你一样，我服了。秦生要选我，秦生要选我，说对，那你也跟我走吗？玛雅说不，打得真的很好，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你还小着呢，不想连累你，对不起秦生，我们不合适，理由都一样。 我也是听够了，我就走了，我去找玉玉去了。我来了，兄弟们，这么多人抢我吗？这么多人抢我，哎，好多人抢我呀，我的天哪。哎呀，好多人抢我呀，我的天哪。他就是来看看你，只有我是真心的想选你。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就一起开心就好了吧。对对对，而且我听说后面还有四排，咱们可以一起去坑别人，谁要跟咱俩一队那就是。那真的是神坑。就是我虽然我第一期如此的讨厌这个人，我觉得我是来找大神带我的，我不是找一个比我还菜的人一起的。后来我发现我越打越想他，我发现每一场都在找孙强，每一场都在想他怎么还没找到我，怎么还没给我钢枪。然后我们两个不停的 Q 对方，我这才发现，哇，我好像一直在想念他。还是要跟强哥一起才会开心。游戏的真谛是什么？是快乐。他们两个已经拒绝我了，那我俩一起吧，两个都。咱们两个一起，好吧？对，把他们打掉，加油。好。我就是希望他能打得厉害一点，和那个玉玉配合得好一点，然后得到一个很好的名次。赵露。最后一位玩家。Hello， 你是谁呀、啊、？Hello， 我是甜瓜。啊，你要跟我走吗？好，可以，我没问题。这个我选的嘛，看这个名字觉得也应该是一个好看的类型的那种。
好，各位小伙伴啊，我们还剩下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再不去三仓报道的话，我们就要强制分配了。能听到吗？喂 ，Hello， 你要选我吗？ Hello， 对，我想选你。你要选我吗 ？OK， 对，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嗯、啊 ，Jamie 看来是放弃了他的浩迪啊、嗯！你跑太快了，我再不跑，那个浩迪就要出来了。不能说难过吧，可以说是伤心至极。那我们场上最后还剩下浩迪和星星。Hello， 星星，你有想选的吗？我没有比较想选的，所以我就想，要不我就等一下，好吧？等配那个， okay. 对对对，我们就一起等吧。OK， 好，我现在可以就直接给你宣布啊，浩迪跟星星，你们俩 CP 重组成功，同时也是 CP 的终决选。OK。青春结束了，青春结束了。那么现在我们的 CP 终决选，整个的这个搭档的 CP 是已经出来了，但是我发现在星星这边似乎有一点特殊的情况。星星是出了什么问题吗？星星，是你心仪的男搭档已经被人选走了吗？不是，我没有心仪的男搭档。那是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首先我为什么拒绝秦胜呢？因为我就觉得他对我太好了，他是打得好的里面就是他愿意陪我狗的那种人，你知道吗？就是但是我知道我打得不好，然后我有一些很多时候错误的一些选择，就是他可能会听着我顺从嘛，但是我不希望这样，我希望他能够来指责我骂我或者什么都行。秦胜在第二次的时候他其实很强，第四名，所以我就感觉是我耽误了他的感受。对，所以说你的剧情其实也是为了让秦胜更好。对，感觉这个剧情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然后第一次遇到这种成全我就特别的难过。他当时和我说话的时候就有点哭腔，怕他哭了我才去选择别人。那个时候我感觉我应该留在那里安慰他一下比较好，现在特别后悔我做出的这个决定。一个人付出太多对你太好，就是而我这边没有回应啊或者什么的，对方是会受到更多的伤害的，时间越长伤害越大，所以我觉得及时止损吧，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也那么伤心的原因。可能两个人是就从这里开始就错过了，但是我觉得两个人还是可以在接下来的我们的三期节目中去自己的新的搭档，然后不断的让自己变强。希望你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星星跟秦生两个人都可以变得越来越强，好不好？来，掌声送给两位。我们经过了 CP 终决选的环节，我们的结局还是非常令人开心的，因为我们16对的 CP 要正式组成搭档了。从这一期节目开始呢，我们身边的那个他的名字再也不会变了，无论是成河还是吃到蛋糕，那个他永远都是那个他了。我宣布从现在开始积分清零，刷新现 CP 榜。那我们现在身边的那个他呢，将会成为你接下来三期节目的固定 CP 了。所以我们在线上甜蜜厮杀了这么多天啊，一直都没有看到对方的一个形象，我觉得是时候也是要摘下神秘的三级头来奔现啦。哇，我真的要感谢我们的两位特约嘉宾 Sky 和陈卓璇。所以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奔现吧。怎么了你们俩？落地成盒了，那是因为你们没有看这个。打开腾讯视频搜索爱玩游戏，领取汇编精英福利大礼包，点券皮肤全都有，一把烦恼全赶走。这个礼包能让我们晋级加薪，走向人生巅峰吗？不，这个能让你们落地成盒的时候快乐加倍。打开腾讯视频搜索爱玩游戏，领礼包下游戏看直播，你想要的都在这里。
恭喜各位玩家顺利通过落地成双的第一赛程。在经过搭档终决选环节后，舞台不再分为男女战区，32位玩家将在主舞台完成第一次分线，并正式进入落地成双的第二赛程。第二阶段为并肩作战，搭档将共同并肩通过3次不同形式的比赛考验，进行积分累积，争夺战神双星的终极荣誉。下面我们有请16位男玩家登场。我觉得更多的是兴奋，我很喜欢这个队员，默契度很高，契合度很高。看到你是应该好看的，挺期待的吧？我感觉和这种人奔现才有意思。其实我也有点慌，但我真的很喜欢阿文哥。其实要不是泡芙，我就选马呀。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小姐姐登场。哇，第一位，你认识吗，这个？这个好看的，之前呢也都是完全没有见过面啊，所以说在这个互相猜测的环节的话，也希望女生能够给出一些小小的信息。我现在和我当前的 CP 是有种再续前缘的感觉。这是玛雅吗？这个声音我都没听到过，播音主持都可以刻意修饰过的。哦，对。接下来呢，就由我来揭晓这个心动时刻啊。在我旁边的小姐姐呢，就是萱萱。真是啊，真是萱萱啊。她的男搭档就是小东，小东。我是你的第二选择，还是一直都是你的第一选择？我很好奇。第一选择呀，第一选择呀。王老师，那我需要小东。萱萱重组成功。爱上你就像牛奶，爱上了面包，天上就一朵云，想把彩虹全部掉。哇，好绅士啊！天哪！我不知道他是因为害羞还是不想搭理我，他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活泼，但是他在游戏中还是挺放得开的。我是01的女大三，包金砖。你还没有枪吗？有你就够了了。啊，真的？我喜欢你搂着我的腰的感觉。啊，是吗？我的天！不知道为什么反差那么大。辛苦导演哥哥姐姐，帮我去问一下他吧，他怎么回事？那你觉得萱萱好看吗？好看，但是怎么说，长不到我喜欢的点上。我跟萱萱的关系可能就像姐弟吧，她姐姐我弟。这个好猛啊，好猛。啊，这个绝对上不去真的，妈呀！哦，这个妈呀，这可能是妈呀了吧？他就是妈呀，他打的是孙强。不是吧？哎，金色穿的也太花了吧！精心打扮的，你好，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哇！果然真是那样，妈呀身材真的非常的让我震撼，因为她那个气场就是随时要我们的命的那种感觉，就感觉肯定是她。
不要那么紧张，他在发抖、欸哦。很结实，我好怕他突然给我一拳。就我脑补的是，他应该是一个很搞笑，然后很就是有点笨拙那种男生。没想到他就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就是一直这样做，这样的男生，我没想到。哇哦，这个好甜啊！欢迎。之前在游戏过程当中，觉得自己最高光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淘汰了特邀嘉宾。我杀过特邀嘉宾，锦鲤杀过特邀嘉宾。哦，锦鲤吗？小鹿。小鹿吗？北哥，是不是你的？不是，小鹿。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小姐姐呢，她就是小鹿，她的搭档是北哥。哇！小鹿，北哥啊！啊，真是！北哥真的一直在笑啊！他穿一个白色那种连衣裙配刚刚鞋的话，是我觉得有一种小仙女的感觉吧。确实我觉得他比我预想中的要很漂亮，我的搭档嘛。然后看起来是挺厉害的、啊、看起来是挺厉害的。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太能在最开始找话题的人，就一直没有说话。有空的话可以去吃个饭，然后再多聊一聊。我不知道这会不会太快了，但我觉得应该可以。恋爱方面并不是太考虑，我还是挺想搞事业。电子竞技不会有爱情。哇哇哇哇哇！这好帅！这么酷吗？是谁啊？有人来找甜甜的 CP， 有人来找出生入死的兄弟。Hello， 大家好，我是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Peace and Love。Hello。在我旁边的呢，就是美娜，她的 CP 就是房教练冯华。爱上你就像牛奶，爱上了面包，天上就一堆人选了才不掉，这种搭配不多不少，甜蜜的刚刚好。 Hello 美娜，我记得你在比赛打得挺不错的，我记得过你的双杀。我只喜欢强的。那我去上衣做一个动作吧，好吧。他说我看过你那波双杀很帅，我就是特别开心，我就觉得我自己实力被认可了，虽然是我意想不到，就是完全没有想到的人，我很满意。哇，这个也太可爱了，好吧，好甜美呀、啊！哎，这个好甜啊！不知道，就感觉有点可爱的，有点可爱，对吧？好，感觉好可爱啊！看着他帅，我就觉得好好看。对，虽然看不清，但是从远处看就觉得好看。哦，是你 CP 吗？不知道。哎，会不会是心意？你说是吗？你感觉像吗？不知道。希望能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成功的开出第一枪。啊，没开过枪，那有心意呀、啊，真的。好像是。是你那个吗？是你那个吗，小叶？我看不清。不是啊，你就凭感觉嘛。啊？完全不知道。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来为大家揭晓这个心动时刻，它就是
心意，他的 CP 就是小鹿，真是你的歌。哇，到时候我会问萧逸他跳哪里，先问哈，透露他一下，把他杀了，你带走。有点像的，像你的那个，嗯，他一说话就爱傻笑，听他说话吧，看他说话憨不憨。喂，哎，我打游戏的风格就是，然后菜，但是胜负欲特别强。锦鲤，是锦鲤那个，是你 CP 吗？很像，很憨。他就是嘉义，他的 CP 就是锦鲤。爱上你就像牛奶爱上了面包，分享着一包一个，好害羞，好害羞，挺憨的，确实挺憨的。Hello Hello Hello。很多话很多，哎，浩典，他刚刚说什么？他说他搭档话很多。那妮妮嘛，我话哪有那么多啊？啊，怎么会是我？比赛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让别人有记忆深刻的点呢？幸运玩家翻盘局。不是吧？哎，我怎么感觉有点，有点像那个赵露，就是我那个 CP 赵露，完了，不是吧？啊？不是吧，真是吗？在我旁边的这位小姐姐，她就是赵露，赵露，她的 CP 就是甜瓜。爱上你就像牛奶爱上了面包，酸甜和苦辣。好，谢谢。我有猜到是他，就第六感还是蛮灵的。对，他的名字就跟他的人一样，很甜，也很会懂得照顾女生的感受。甜瓜 ，nice， 好评。对，还好了，只是说他还好了，挺好的，性格也挺好的，只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而已。对，有没有音乐吗？有没有配音？我不是真正的快乐。哎，算了，不唱了，算了，想着就疼。这个好可爱。打游戏的时候温柔吗？觉得自己不温柔，非常无情。我就是呆萌，呆萌，呆萌。他就是呆萌，而他的 CP 就是书生。无处安放的小手。我见到他第一印象就感觉他是那种特别憨厚的，应该是属于那种特别暖的人。我很兴奋，动物的心都跳出来了，就是赚了，我感觉赚了。呆萌这个跟书生也是第一次见面啊。我的话对他有所防备，我怕他拿六倍 M4 扫我。书生呢？没有，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已经在心灵沟通了嘛，然后可能我们两个比较慢热，但是我觉得到最后我们两个可能是最甜的一对。哦，
我感觉很突然，就是有那么一点点渣男的嫌疑啊。如果说他一个人他能渣的细节都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话，我觉得被渣一下也无所谓了。我觉得对方跟我技术差不多惨，可能还不如我。他的名字是子琪，所以说他 CP 男搭档就是钟阳。非常感谢你拯救了我。他就是四文鱼，他的搭档就是张诗诗。这个女生虽然不知道是谁，但我觉得她跟你很搭，真的。好看吗？你觉得她？还行吧。实力比较强的不一定适合我，适合我的才是最好的。她就是泡芙，她的搭档就是 Chris。你也太平静了吧？难道不要亲一下什么的吗？心有所属，他挺听我话的。他的名字就是玉玉，那么他的搭档就是秦兄。哇！哇！好搭档！我猜到了，我猜到了，那个。玲玲的那个我们好像剩下的就都是看起来比较奶奶的，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哦，你就喜欢这样的啊？剧本已经有了，好不好？霸道女总裁与甜心小奶狗的故事。哦，那个招风耳的是玲玲，对呀、啊。你觉得哪一个最像你的小奶狗？第二排黑衣服的男生吧。哦呀。因为我从上来他就在看着我笑，如果自作多情就把这一段剪掉。他就是昂哥，而他的弟弟呢就是玲玲。 Oh baby， 我觉得昂哥就是全场所有人里最 A 的那一个，他一出来整个人的气场你都能感受到，就是在向你扑来，慌的一批是吗？就我真的觉得他挺帅的，而且笑起来特别好看。我对他的笑特别没有抵抗力，但是我现在觉得玲玲从里到外都算我的理想型。这段能重录吗？好不好意思。乐乐现在都不紧张，你看，好淡定。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小姐姐登场。哪个是乐乐呀？哪个是乐乐呀？完了，这个人马上要裂开了，他脸红了。他们现在聊得非常欢，非常甜蜜，见了面一定很害羞。你看他已经开始抖了，你就知道为什么了。他开始紧张了，他开始这样。我让他看呀，他说待会坐下来看。能不能一句话来评价一下你的 CP？ 很厉害。哦，其实我知道是谁了。你知道是谁了？有没有什么话想送给你的搭档？
的路一起好好走下去吧。哦。直接来接吧，哇，就来了，接他。主要是佳佳，佳佳佳佳，他说他觉得他自己没有用，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笨蛋，笨蛋。哇，你俩在开车的时候，他跟我说。现在这个车上就是他的家。乐乐，如果之后是男生反选的活结，我希望你能记住，糟糠之妻不是白买的。我每次看他们两个互动，我都觉得好甜，太甜了吧！哎呀，哎呀！柠檬树上柠檬果，柠檬树下排排坐。因为这一对 CP 确实锁的感觉非常的早，是吧？他们是完全没有换过。而且你看他俩的小手，就两个人一直在面，就内心的故事都已经反映在这种细微的动作上了啊。我就是紧张的要哭出来了，我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就一直在，然后后来都紧张到缺氧，就而且脑子也放空。今天第一次见，把那层面纱揭开以后，然后突然你很期待的一个东西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会有点不知所措的感觉。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最后两位女生登场。好奇，第一个是星星，那个黑色的是星星，一个星星，一个煎饼。听说呢，我们两组搭档之间都发生了一些比较微妙的故事，对不对？就是他们两位就是在之前的 CP 终局选的时候都是突然一下更换了一下自己的搭档。如果说让你们对之前的 CP 搭档说一句话的话，你们会说什么呢？大家好聚好散吧。我希望他能拿第一。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就只剩下两位男生了。亚东请举手。好，那这边就是浩迪。所以同时我们也请两位女生直接走向你的 CP 吧。干嘛干嘛、懵了。越在拉的手在底下啊！不会吧，我的天哪！就我们坐一排嘛，他一直在手牵着手，哎，当时就很酸，心态都崩了，直接。不是，刚才我拉他上来的时候，然后忘记放开了。少来了，少来！继续，你们继续，不打扰了啊，不打扰了，我先走了。好，那当然了，今天也是我们各组 CP 第一次见面的日子，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心思都在身边的那个他的身上。哎，同时呢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从下一场比赛开始，大家就正式的进入了固定 CP 后的积分赛。哎，每一场都将会影响到最终的荣耀的获得。所以每一场的比赛都至关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落地成双大型奔现的现场就到此结束，请各位抓紧时间去备战吧。给你我的手。
感谢官方直播合作平台哈喽语音、哔哩哔哩、虎牙直播、快手直播、企鹅电竞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个别鸣谢微博台网、微博综艺、微视、陌陌官方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长得太好看了，你好牛啊！对你才这么对，我感觉挺重要的。然后有车过来的时候，我们再上车去打。你要纸吗？欢迎蔡卓宜，欢迎王小歪。蔡蔡，王小歪。No！我们两个好惨。让开，让开，别撞！对，也别往他那开。场上好像有一组氛围有点不对劲啊。啊？怎么回事啊？结果